好，大家晚安，这里是 CEO 口音梅。好，我要来练练看新歌《雷光下小故事》，这是今天晚上我才拿到的实体专辑。好，雷光下也在一两个小时前才把他这首歌的 MV 放在网络上面。哎，看到自己熟悉的创作型歌手又在推出了全新专辑，实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也预祝雷光下大卖哦。好，那这首歌的 MV 讲的其实就是 AI 人工智慧和人类相处事，所以他的 MV 其实也是用 AI 做出来的。好，来试试看这一首歌。好，那我把 pitch 往上升一次。好，不熟，所以有可能会唱错，试试看咯。嗯，这首歌词曲都是雷光下。好，肩并肩的你和我，一起听这首老歌，此时此刻就是宇宙。遗憾的过去忘了吧，故事从更远的地方重说。喜欢看你认真表情，像神秘人类学家，观察人们一举一动。当你心思正迷离，有什么会在你那漫长的白日梦里？啊，此刻我就想去远方，在清晨的风中苏醒，想起梦里的风景，地球转动，我融化在万物之中。这古老的空间，风雨中片刻宁静，小小的角落，美好的可能，让命运深深交汇。过去忘了吧，新的故事将从这首音乐重新开始。隐喻每个生命都从无数微小的故事所构成的，这些故事看似平凡，但却对身处其中的人事物有深刻的意义啊。那这首歌就是看到雷光下父母他自己的互动，所以雷光下把他有感而发出的词。好，来，这里是 CEO 口音梅，大家晚安，马卡巴卡。嗯。